狗的眼睛哦，是狗狗眼睛。还有吗？脸不要太瘦。那你做什么工作？服务业。服务业吗？是卖东西的。对。卖什么？网络上卖。哦，电商的。哦，你有刺青哎，很好看哎。哇，你喜欢老鼠？哦，对啊。你可以介绍40岁。40岁哦，以前哦。要会打扮吗？还是不重要？重要。不重要。其实我很看感觉。你什么星座？天蝎座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Baby。Baby 哦，你未来有什么梦想？想开宠物店。很好哎，你养什么狗？我养猫。哼，什么猫？米克斯吗？还是？米克斯。有几只？4只。很好很好，你是有爱心的人。对，你全身上下你哪里你最有自信？没有哎，我对我个性比较有自信。啊，你的个性是什么？很好相处，很好相处。走，我们来看看呢。你好，任何的车司机，请走。哎，请走。现在单身坐，请问。哦，你有没有做单身啊？对，我是单身。我帮你介绍一个，你刚好眼睛是那个小狗眼，你怎么会讲中文？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从美国来的。你可不可以跟他交换一下 Instagram 当朋友？可以。可以哦，那你站在这边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来来，真的真的真的，眼睛很好看。他刚从美国回来。为什么去美国啊？我是在美国出生的。哦，了解。我是回来台湾玩。哦，来玩。你很高哎，你有192。对，差不多。那你什么职业？工程师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英文叫 John。John。那你的 hobby 是什么？健身。哦，跟打篮球。我靠。游泳。我很喜欢运动。好，我帮你介绍这个女生，我刚刚在路上找到的。现在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 Baby， 是做网络商店。那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 John， 那是在做工程师。现在数到3，那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哦。1、2、3 ，Go。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对啊，他叫做 Baby， 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动物？什么动物都喜欢。什么动物都喜欢啊？最喜欢。哦，他想要开那个宠物的民宿，让你的宠物可以去住的那一种。不是，是人带宠物一起住的。人跟宠物可以一起住。哦，了解了解。他很喜欢运动，你会不会运动？我不会。真的吗？爬山会不会？爬过。你这几天也可以带他去走走，象山有没有去过？在信义区。信义区那边有经过几次吧。对对对对，我是喜欢散步。喜欢他，你可以带他去散步。他是这张工程师，是 AI 吗？读那个硕士是读 AI。他眼睛有没有好看？好看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小狗眼呐、啊。平常的兴趣是什么？看漫画、看影片。哦。玩猫。对，多带他出去走走。对啊，好啊好啊，你们互看10秒，3、2、1 ，Go。很好，眼睛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对啊，不是小朋友，他虽然他 baby face。你现在有可爱吗？可爱，很可爱啊。什么感觉？我是喜欢，就是对，长得小小很可爱。真的吗？哦，这谁都小小的。交换那个、啊、line， 你确定单身哦？有吗？有加到吗？有。有，好好，我们来打分数哦。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，你会给这个女生几分？9.7分。哇、哦，很高哎！为什么会给她9.7分呢？我觉得她还长得很可爱。哦，是你喜欢的 style。对，喜欢宠物的应该比较温柔，蛮喜欢小狗。好，我去问她。好。9分。哦，9分，为什么会给9分呢？就眼睛可爱啊，工作不错。不要约哦。好啊，好啊，来回来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来互动一下。下雪了，我好冷。没关系，我抱你。